国际时事吧。印度东部呢，奥里萨省那今天发生了重大的火车相撞事故，造成了50人丧命，500多人受伤，只有另外有造成多人的恐受到里面的困惑。那印度的奥里萨省呢，高阶官员耶拿也表示，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救援乘客，并且提供伤者医疗的照护。再来，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欧亚特使李辉呢，在结束五月的欧洲五国访问后，二号在北京举行了记者会，他也提到了五月访问的目的就是寻求以政治解决乌克兰的危机。他也提到了这次的出访有许多突出的感受，来听听看他怎么说。只要和平有一线希望，就应该积极做出努力，而不是任由冲突发展延宕下去，更不要火上浇油，导致局部冲突呢演变为大规模战争。我可以跟大家讲啊，就是目前看各方坐下来谈判和谈出成果，可能还面临着很多困难。但重要的是，要有人出面推动，凝聚各方共识，形成最大公约数，为危机的最终解决逐步积累和创造条件。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于二号晚间八点于新加坡登场。由于大陆还是拒绝美中两国防长的对话，加上中美的新的南海战机的意外，美中关系在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依旧是剑拔弩张。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二号在新加坡登场。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发表开幕演说前，先与东道主进行场边会谈。Since 1965,when Australia was the second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recognise newly independent Singapore, our relationship has always been strong and vibrant. 香格里拉对话前，大陆拒绝美国提议，让美中两国国防部长利用本次香格里拉对话机会进行会晤。对此，奥斯汀直呼很不幸。Regarding the Chinese declining to meet with me, the Minister of Defence declining to meet with me, I think that's unfortunate, but.We'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what we are doing in this region and others, and that is to work with like-minded countries who share common values and common goals to continue to promote a free and open Indo-Pacific. The Pentagon has also released news that, that a Chinese fighter jet last Friday had performed, and this are the words of the Pentagon, the Chinese fighter jet had performed an unnecessarily aggressive maneuver near a US military aircraft that was flying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. So I think this is already creating a rather tense environment for the dialogue. 虽然见不到大陆防长李尚福，但美国依旧和日本密切合作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一号在东京和日本防卫大臣冰田静英举行会谈。奥斯汀和冰田同意彼此加强合作，因应中国大陆和北韩与日俱增的威胁，更再度确认维持台海稳定和平的重要性。至于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，则是在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会晤时，在台湾问题上强调三个绝不：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，尽最大努力，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，但绝不允许民进党当局挟洋谋独，绝不允许外部势力以台制华，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。而为期三天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，还包含美国与亚太地区安全、亚太危机管理新挑战以及全球与地区安全威胁等六场讨论会。包含澳洲、加拿大、法国、印尼以及日本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等多国国防部长都已经确定参加。记者林涵综合报道。